感觉？我要离婚。你是说你当兵前就开始练练那个重量训练？你是举重的吗？对对，举重。哦，你是举重选手。对对对。请问举重选手跟健美选手有什么不一样？举重选手比较注重爆发力的东西。哦，举重。对对对，他们是限的。健美他们是比较肌耐力。哦，肌耐力。哦，对。我们看那个举重比赛有没有？走走走。然后比赛完毕，对，练了四年就这一下。你是从事什么行业？为什么一定要穿这件？金工匠匠，专业 manpower。专业 manpower， 通常都是在人家的生日 party 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 ，gay bar 也有，什么都有。gay bar， 对。gay bar 有没有被就是侵犯过？多少了？啊，我们会技巧性的去挡他。哦，那那，比如说我这样，我就这样，来，我帮你拿。我把直接把压住，没有，就是我的拇指。哦，它卡住，拇指会压住你的手掌。哦哦哦，对，有那个样子效果出来，但是没有摸到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刚刚一定很多男人很羡慕。今天是来到 gay bar 了，来来。哎，小阿，你主持的公道是我还是他？你 C C 啊？你要演得很 C C 啊。预备，而且有时候要动手就很。来，预备，受不了要动手。Music。什么感觉？我要离婚。你这怎么会欧青啊？被他打了的？没有，被客人咬。被客人咬。啊？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被女客人咬。女客人咬啊？对对对对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上个礼拜而已吧。是什么情形下呢？他喝多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疯狂。就玩游戏啊，跟女客人玩游戏。嗯。然后输了说他要咬我一口这样，他要咬胸部。可是真的很用力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用力。你们都没有看过一票女人看到一个 manpower 人进来的感觉吧？我看过，以前我们办了一个就是专门提供给女性的 party， 在一个我们很小的店，然后我们就规定所有男生进来都是要在外面，里面有一块空间专门给女孩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在里面就有装那个摄影机嘛，我就躲在里面看摄影机。我不骗你，那些女孩子你不要看她们平常哦，啊，很斯文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所有男人推出去之后啊 ，manpower 一出来，我跟你讲，所有人都疯掉，疯掉。平常你看他身上哇，很斯文，这样，哇，我自己看我都傻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真的，对不对？平常很斯文，但是哇，你们一出现啊，每一个吗？起码八成，最后那两成大概是真的是很驚，要不然真的是不太敢。所以你看多不公平。大家说我们男孩子跑酒店喝酒，你们女孩子什么样子？